我警告过你，不要招惹他。 你怎么来了？闭嘴！你先带他回去，我一会儿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
到从前，那伴随着我们的那再见。别唱了，睡吧。激动的突袭，懵懂的甜蜜，曾经都是我们的共享秘密。生命的轨迹，阿言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想把一切千万不可以告诉别人。可我该叹息，还是很天意。我呀，爱着这个世界上最恨我的那个人，从很多年以前开始。我该怎样修建我的回忆，要把对你的爱连同那些有过的开怀统统掩盖，关起对你的依赖，不管有多么悲哀，不管是否曾经存在，只是我更期待把对你的眷恋都敞开，将受过的伤害化成对你的疼爱，随时能对你坦白，随时能哭出来，让我未来再叹息，还是很天意，命运的场地长出了缝隙，将我们的距离变得遥不可及，我该怎样弥补我的回忆，要把对你的爱连同那些有是否无奈，只要证明我曾经存在。小萌，你在哪儿？我是周远昼。是你让院长放我的假。肖医生，你应该庆幸，只是放假，不是开除。如果你想通了，随时都可以回来工作。周总，我想我们之间应该是有误会。如果没有你的帮忙，小萌是不可能想到办法把叶思荣从医院转走的。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叶思荣的事
如果你再插手，那就不是放假这么简单了。别忘了，他是犯罪嫌疑人，任何跟他有关的事情，我随时都可以报警。你告诉我小萌到底在哪儿？叶思荣的事你管不着，小萌的事你也同样管不了，离他远一点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喂，你好，我是肖思志。阿颖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终于醒了，我是不是睡了很久啊？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你不记得了吗？昨天晚上我跟蒋泽出去喝酒，然后就不记得了，怎么了？最精彩的段落，你告诉我你不记得了。我真不记得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那这个你总记得吧？这是什么？周小萌，你以为你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你妈从我眼皮子底下转移到国外吗？自己看看吧。阿颖，医生说了，只要把我妈送到国外的医疗中心的话，她就能赶紧恢复起来。我真的不是有意要瞒你，我只是想救我妈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谢谢你，时时刻刻都关心着我妈妈的身体状况。别幼稚了，我为什么关心她，你还不清楚吗？她就是最关键的证据。不，阿雅，我不相信你会这样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满嘴谎言，做了就要敢于承认。周小萌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不要再打转走叶思荣的主意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我和我妈对你这么好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妈？周远照，你这么折磨我，让你心里很舒服是吗？我从来都没有想过，你的心里会这么阴暗。